的，马上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的竞演。首先让我们掌声请出两位队友的远道而来的救兵登场。哎呀，来来来，自我介绍一下，来，先请乌兰图雅这边来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音乐人阿冷。看出来了啊，马头琴琴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救兵？图雅，他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就是跟我一起走南闯北，因为我有巡演，每年都几十场，这几年下来有近百场的演出。而且我们的情谊有近十年，十年的情谊，大家在这个熟知我的歌曲上，广为流传的广场舞上飘过的音乐，哎呀，99%的马头琴都出自阿冷的这个手中。哎呦，当初会的救兵啊，今天站在草原望北京，火辣辣的情歌，然后我的蒙古马草原情哥哥，以及今年上春晚的点赞新时代的马头琴，都是出自阿冷。全是阿冷，全都是阿冷。哇哦，来来这边，十年的合作情谊。十年，这个我们来看看这边。这边是北方汉子啊，是江南美女。哦，江南美女，这是我杭州浙江艺校的恩师于善英教授。哦，是你读大时候的？是我14岁的时候。哦，我们俩的情谊已经有20年了。你的启蒙老师？是的，我的专业启蒙老师。看来这次两方的救兵相识的年头都不短啊，应该是相当的了解，相信一定有更为精彩的故事。来，这一轮谁先出战？灯光选择马上开始。3、2、1，停。停。我们看到这一回灯光选择出手在了卓林战队，所以呢，首先出场的是卓林战队的钟丽艳和他的救兵。来听一下你们的口号。于善英老师，今晚看你的。好，我们来听听你们的口号。我们这就厉害了，我们来，阿冷，我们就拉着说吧。阿冷，今晚看你的。好，让我们首先来听一听钟丽艳和她的救兵之间的故事。来，有请。欢迎欢迎，于老师。刚才丽艳介绍了您是她小的时候的音乐老师。我想问问于老师，刚才丽艳说了，她把您就当作师长，甚至有的时候当作妈妈一样。我想问问于老师，您第一次见丽艳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她呢是14岁的时候，就是考进我们浙江艺校。然后呢，我呢是浙江艺校的声乐老师嘛。她呢，我们第一学期开学的时候呢，就是当年招进来的新生都得再过一遍，然后呢，那时候他唱了一首《大海啊故乡》，那我印象就很深刻，声音条件也非常好，然后感觉形象啊，作为我们这个声乐老师来说，看到这样的苗子都很想，如果他能成为我的学生就好了，我当时也这么想过。嗯，那后来没想到分学生的时候真的就分到我这一组来了，然后呢就像得了个宝一样的，如获至宝。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同时也觉得肩上的担子挺沉的啊，因为这么好一个苗子，我就想着我一定要把他给他，至少在他自己现有的这种基础和条件上，我得把他培养得更进一步。像我的亲妈妈一样，照顾了我4年，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对我特别的关爱哈。当时说这句话，我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要是当时老师不那样对我，可能也没有我今天的这种成绩，也没有我考上大学。因为当时是很小很年轻，不知道是朝哪个方向走，如果老师不引导我，不像一盏灯一样引导我的话，我觉得我也是没有今天的成绩。所以今天这个救兵呢是请对了，老师也说了，这是你的专业老师哦。那今天在现场是不是师生联手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怎么样？好啊，好不好？太好了。来，有请二位。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道理
海和浪花一动，那是那海的赤子，还是那浪的一痛。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小男生，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欣赏嘉宾他们看过之后的感受好吗？首先我们来听听王维念老师吧，您的感受。他们俩的这份感情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歌者一定有一个付出的老师，他何止对他像孩子一样，其实他就是他的人生导师，无论是演唱和做人。这个丽艳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安安静静的，不争不抢，从来不往最前面冲的那么一个女孩，但是他的歌声并不影响观众记住他。谢谢王老师。来吧，你听一听陈思思的感受。我觉得今天丽艳好像就是像一个小姑娘一样的啊，一下变得非常非常的可爱乖巧。为什么？因为今天在老师面前她就变了一个样子了。其实我认为平时她在舞台中是非常大气的一个女中音，那我觉得呢，作为启蒙老师，其实我的感同也是深受的。对，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对艺术你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辨知度的，你完全是靠老师来教你有正确的方向，教你做人。那当然，在艺术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老师，你在探寻更高的、更远的方向。可是那个时候是会加入到自身的一些认知的，所以我觉得启蒙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丽艳有这样一位好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非常的羡慕你。谢谢好，谢谢黄伟老师，您的感受。刚才丽艳和她的老师演唱的这首歌，丽艳这一开嗓哈，我就觉得你的声音真是极具魔力。但是呢，无论你们怎么样在舞台上去表现这首歌，我还是很难从你们刚才讲述的这个师生情深的这个故事当中跳出来，真的深深的把我给感动了。我也在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老师和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你们这么浓浓的这份情，又有多少孩子愿意对自己的老师说，你就像我的爸爸，你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呢？所以我真的深深的被你们的这份情所打动，希望你们永远这样子相伴下去。谢谢，谢谢老师，您讲得太好了，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和你们同轮竞争的这一组的乌兰图雅和他的救兵的表现。刚才呢，乌兰图雅看过了啊，你的对手钟丽艳和他的20多年的恩师之间的故事。对，那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吧，你和阿冷之间有什么有趣和让你深刻的故事呢？为什么叫救兵呢？因为女孩子每一个篇章要换衣服，但是我们又不能冷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阿冷就是去拉我们家乡的马头琴。如果我这后台还没有换完，他就一直在那边拉。我想问一问啊，阿冷，你靠什么来判断他还要多久？您这曲子也不能随时停吧？我其实演奏当中会眼睛瞟一下，哎，
上了没有？要是没上来，继续再来一遍。那接下来是不是带来一首我们大家耳熟能详、非常喜欢的？今年一般人一起来观看的，一起来聆听他的马德琴的一首歌曲《点赞新时代》。好，一起来听《点赞新时代》。新时代，蓝天的歌，白云自在，心中的歌，红旗色彩，富饶神州，我的故乡，东西南北绚丽的舞台。感受，首先有请黄威老师。图雅的歌声呢，总是那么让人充满了活力，有这种感受，想跟着跳两下，非常的嗨。你的声音真的好柔美，而且拿捏有度，真的太棒了。谢谢。来，王威念老师。图雅能够有今天，跟她内心的那份本真和善良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图雅是一个典型的笨鸟先飞。一开始我真的不太看好他，但是采访着我再不敢说这种话了。水平提高的就是非常快，所以说这个一定是图雅他的那份付出换来的一份收获。当然我没有想到是原来配了这么高级的一个马头琴才让他的水平越来越高，所以说你得把这个马头琴粘着。来听一下陈思思的感受。啊，这点上我跟维念老师啊深有同感。我觉得作为一片绿叶，不管是几十场还是几百场，他们作为老乡也好，同本民族的这种特色乐器也好，他在各种场合，在图雅的各种演出的工作当中，不管是大舞台还是到小到旧场，都有这样的绿叶，都有这样的就是同行。我觉得就是有阿冷这样的好朋友、好助手，或者说好兄弟姐妹的支持，才会有如此红火的图雅。那接下来呢是最后一轮，他们为救兵来奉献自己的感恩之心的时候了。这最后一轮的幸运奖品的优先权究竟属于谁呢？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最后一轮游戏比拼。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轮游戏比拼，这一轮呢叫做传麦接歌。一会儿呢，我们这个硕大的金话筒呢会在各位选手当中传递，谁接到麦来接唱下一支歌。注意，我们每一轮比赛每一首歌都有一个主题词，接答不上来的淘汰出局，最后剩下队员最多的那一方将获胜，获得本轮优先选择奖品的权利。来吧，接下来呢从乌兰图雅这边开始，请注意你们的歌词当中必须带有家。来，我们的比赛开始。乌兰图雅，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船，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船，五四，我的家，家和三二一，淘汰出局。接下来一轮来接着进行，帮正正来，找点时间常回家看看。好，来，请接歌。哎，五四三二一，淘汰出局。好，钟丽艳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完了，错，淘汰出局，重复了同样的。好了，我们看到呢，双方队伍啊，有一方淘汰了两名队员，一方淘汰了一名。接下来呢，开始第二轮的主题词，从于月仙开始。这一回每句歌词当中要带有朋友。朋友啊，朋友，过来，云朵。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好，传回来，于月仙。远方的朋友。哎呀，你俩来，不是不都唱吗？过，都唱完了。我们举起杯，跟往事朋友干杯。跟往事干杯，没有朋友。不对，淘汰出局。来来，淘汰出局。来，淘汰，劳动朋友与共。想晚了。千里难寻是朋友。过，跟我唱。五四，亲爱的朋友，什么歌？这是我们自己的歌。下一句，不是你的歌，还有带耍赖的这回，你可以再唱一遍吗？确定那个。远方的朋友，尊贵的客人。过来，哎，下一位，下一位，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哎，不能带啊！朋友，他那个调从你来，从你来。朋友一生，朋友一生一起走。好，过于月仙。还有什么朋友？好，站好队形。他没有了。五四三，朋友啊！天哪！于月仙这次多么希望朋友能出来相助一下，很可惜啊，在于月仙被淘汰之后呢，我们的卓林战队仅剩一名队员，而我们的汪正正战队还剩两名，所以在这一轮获胜的是汪正正战队。来，恭喜。好的，最后一轮的优先选择奖品权呢将归汪正正战队。来，请汪正正战队的乌兰图雅和阿冷来选择一下，看大屏幕一到八号数字，告诉我你们要的是哪一个？好的，我选择号是六号。六号，六六大顺。来看看六号是什么？恭喜平衡车一台。来看看错过了什么，好不好？来，好，去玩这个吧。哇塞，冰箱、豪华按摩椅。不过没关系，乌兰图雅，下次你的演出出场，阿冷的出场就踩着平衡车，手持马头琴，也是一大亮点。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卓林战队钟丽艳为老师获得的是什么奖品。来看大屏幕，全是好东西。一到八号，来，是老师自己选还是钟丽艳？我选七。七号，来看一下七号是什么。电视，笔记本电脑。不错的一份奖品啊，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也要谢谢各位嘉宾带来的救兵，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